是进千古的话需要花多少呀？还有会花多少几朵花呀？这灯灯泡盒，这闺女真俊，是吗？最美的花是谁撩动过我的长发？非常的哇塞和漂亮啊、嗯！看看，我用杀手和茶是你的混血哥，都有蛋汤泡哥，蛋汤泡哥，你看看，一定要向欧弟学习，是不是？以前也没有4823，但是的话，我觉得可以加上那么一下。欢迎守护咱的兄弟们回家，欢迎展天哥，没毛病。我欠缺点，我是不是有点太淡了？这个妆，我再添上两笔。谢谢我茶生哥，我茶生哥送盘肉鱼。什么色儿呢？画个蓝的。一开始说陪你到老的人，现在他还在吗？是不是承诺总经不起风吹雨打，所以你才转身退下？一个杯刷的是几组？展天哥是20组吗？自己太傻，是不是你忘了曾经的啊？10组。才会将我丢在天涯。刷了几组那个？哎呀，么么哒。一开始说10组，20组，就在这那啥了。应该是赚了。大大，12组，赚了。来个开场。穿上花衣服就变成美丽的花姑娘了吗？谢谢我生哥。如果有你相伴，没有留一丝遗憾。鸟儿枝头声声叹，一样是孤单。欢迎哈哈哥，有几个听懂声声慢，多少伤感。盼岁月一去不返，改变了我。
后秋水望穿，不尽你归还。你是否一样很孤单，泪光闪闪，把我的名字呼唤，是相思雨点。缘分一年梦一餐，梦一餐，痴痴等你在相思湖畔。无情的寒风期盼，命运信誓旦旦，叹一声思乡，谁与我相伴。西山哥，守护点无数次在呼唤，泪水占据了我的脸。你走以后秋水望穿，不尽你归还。你是否一样很孤单，泪光闪闪，把我的名字呼唤，是相向我们的飞絮，还有我们的四鬼哥，也谢谢四鬼哥送来的纯爱守护，还有谢谢幸福有你哥，也谢谢我梦一哥，谢谢我们的子龙哥。祝兄弟们种花种鱼，十点的时候我们要开笼，如果想抽奖的兄弟们可以刷刷赛车卡，十点的时候我们就开笼了啊！我来祝大家多多种花，能不能进前就看兄弟们了。我就在这个前五的边缘在挣扎，在徘徊。来了，谢谢我四鬼哥送来的花花花花花，我来个乱斗，兄弟们，完了有那个有想刷赛车卡的兄弟们，想抽奖的兄弟们可以提前刷一刷赛车卡，嗯，啊能抽百元榜，我们提前抽一抽百元榜。我是不是穿花花的衣服好看呀？但是我不太喜欢花花的衣服，我基本上就是白的比较多，白衬衫基本上大多都是白衬衫，各种各样的白衬衫。有赏金赛丫头没有？没看着赏金赛呀？啊啊，看到了看到了。啊，现在是那个什么吗？我没看懂，嗯。匹配现在，哎，等会儿啊，我先取消了。哎，怎么好像赏金赛不一样了呀？第二轮晚上26号，那现在就有了吗？
通过 PK 赛即可参加，每一场 PK 消耗两张 PK， 总赏金。嗯，欢迎歪比哥，谢谢我们的子龙哥。我看一眼啊，这还没开始呢吗？谢我西施哥送来的，哇，挚爱守护，感谢我西施哥。谢谢我们的子龙哥，九点时候开始，26号，白天的时候就开了吗？这个玩意儿。我这要 PK 几场呀？我看一眼啊，等会儿。匹配消耗两个 PK 券，我一共是39个 PK 券，我39个 PK 券，我可以 P 39个 PK 券吗？那啥，那我连一个，谢谢我们的死鬼。哎，是这个 PK， 我问一下，这个 PK 是不是跟以前一样？我都没看。欢迎温柔哥。哎，谁呀？这跟我抢着了呢，开天天红钻还干起来抢着了呢，我差点楼给天上。你看，戳一下就400红钻就上来了。你们是不是我怕填满了你们加不了啊？你们也速度太快了！哎呦我的天啊！哎呦我的天呀、啊！干啥呀这是？哎呦我的天呀、啊！还差11个我们就集结完事儿了，一共是8分钟的时间。如果说没有开动的兄弟们，可以帮忙开动一下我们的集结召唤。我们还差10个。我想采访一下你们，为什么这么着急的填红钻呀？是不是你怕我？啊、哦，明白了。因为我每次开的时候，啪啪啪啪啪啪，一门点满了之后，因为最多嘛，只能加这个10万的红钻，所以说你们就加不了了。嗯，子龙哥在不在？子龙哥给你做好了啊，完了你记得那个啥，给你做好了这呢，你记得那个啥，这你看给你做好了，瞅瞅你这多棒。嗯，完了，你做好了，做好了之后那个啥，你看看你进群了还是有我好友，你跟我说一下，我给你重弄了一个头像。进咱们家守护群还行呀，你到时候给你拉进去啊。哦，可以呀、啊，好嘞，那我给你拉进去哈、啊。哎呦我的妈呀，召唤上来了，真速度啊！我给我西施哥拉到守护群里。谁？他在铁粉群里吗？哎呀妈，已经过了，没有点集结的兄弟们记得点一点集结。我就想笑是啥呢？他们在秒那个啥，这个我就想笑那个啥。我要添加红钻的时候，你就看嗖嗖一二三四，咔一下就掉了44来了，就是谢谢子龙哥，感谢子龙哥，子龙哥你在铁粉群里边吗？是不是？嗯，完了这个地方有一个什么呢，这个地方不有个红钻吗，你看啪啪啪啪啪啪啪一下子秒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仔细观察，直接就到4万的红钻了，我的天哪，我说啥情况呀这是。
了子龙哥，修改了给子龙了。好嘞，那就行。嗯，走走走走走走，我身上转呗。嗯，感谢我清姐哥，谢谢我汽车哥，还说话哥，也谢谢我们的台湾龙哥。我要中红钻，那叫加油啊！好嘞。丫头，你以后慢点加红钻，让兄弟们先加点。好的，这才是真正的，就是这才是真正的423，就是啥？你非让你慢点，给我们机会，这种感觉太好了。没毛病，还是慵懒的兄弟们。哎，子龙哥，我发现你好像没有守护，你可以考虑一下开个守护呀。我来给你拉到咱们的守护群里边，咱自己家人，外人的话我就不吱声了，就不给你拉群了。拉下我，申哥，你是不是没有我的微信？没有我微信的话，你加一下小胖的好友，谢我们的四鬼哥。欢迎比林哥，哎呀妈，这一天斗一个真莫斗了，斗了斗了斗了，记得上百元榜啊！原来你打的鼻青脸肿啥的，这一天这主播还有好，不斗都是事，影响我们消费了是不是？抱下比林哥，欢迎比林哥，啥都不中奖，四鬼哥你那个啥刷那个蛋糕，你刷10个10个那个蛋糕，你别刷太多，你就刷一气儿停一气儿，刷一气儿停一气儿，或者是你就10个10组啊，或者20组这么一刷。你等我乱斗的时候，乱斗的时候比较容易中奖。Hello 美女你好。 Hello 菲儿姐晚上好呀。哎晚上好呀。嗯，我还第一次能一个一个蛋糕有点亏的，谢谢我菲菲哥。那我们一人一半唱个歌。好，可以呀，那我先来。谢谢。哟，这是啥东西啊？谢谢我们的温柔哥。 行，那我先闭麦。好，我先来。我们来唱一首啥呢？看那个吧。
我就唱到这吧。嗯，欢迎六九军团的陈静的歌，你来吧。副歌，谢谢乌匪哥。嗯，好嘞，我来说我自己的歌，《情》是情美的神似人家。这群太热闹了，我告诉你，他们可坑了，一进去就放鞭炮，那是不是放鞭炮了，放礼炮了？谢谢陈静哥。一杯酒，一人醉。平时反正就觉得，我觉得你唱歌一直以来都还是那么的动听和好听，因为我知道全歪歪你唱的歌的风格跟别人就不一样。还行，差不太多的，但是有的大部分现在都唱那个就古风的歌比较多。反正现在流行嘛，流行风比较多嘛，喜欢啥类型的歌的都有。嗯，每个人欣赏的歌那种感觉也不一样，但你的歌相对来讲就比较，其实蛮适合直播的时候唱的，因为节奏感比较强一点，像我们平时喜欢听情歌多一点，就不太适合直播间节奏的时候唱，但是适合反复的去听。像这种歌呢，我唱这样的歌呢，就是你要现实听嘛，总听会比较吵，但你直播的这个氛围吧比较好。嗯，挺好，像你唱的歌吧，我就觉得挺适合现实啊听啊，但我觉得也可以啊，这歪歪上听也比较多呀，嗯，都差不太多。最近这两年不是最近这两年好像是古风歌更多一点哈，基本上好多人都喜欢听小视频嘛，就是以前的这个歌曲跟那个现在，嗯，歪歪转变还是挺大的，因为他必须要赶那个比较就是时尚嘛。以前的歌的话，歪歪的歌都比较怎么说呢？就网络歌曲是比较多的那种。就咋说呢，就是比较简单的那种歌比较多，很少有那种就是有专业的那种唱法呀什么的也比较少。现在就是专业的人直播呢也越来越多了，就不一样了。现在不觉得跟以前不一样，以前是啥，唱一首歌大家都知道，哦，这首歌是刘德华唱的，这首歌是张学友唱的，现在是歌火了，歌手是谁不知道。不知道，对，不知道歌手是谁，太快了，就歌比较火，然后过一段时间就不火了。嗯，
嗯，以前呢是人火完了带着歌火，现在是歌火带着人火。嗯，不一样了，时代变了嘛。以前的话就明星，现在的那火了呢，就是叫什么呢，他叫网红嘛。我们家小哥哥老走的路线不一样，我都不知道对面的主播是谁。你不知道菲儿是谁，那你别玩歪歪，不知道的多了，别玩了，不知道太多了。六九军团在歪歪上多火，有几个女主播能做到六九军团这样的呀，啥也不是。重新玩歪歪吧，你拜拜菲儿姐，拜拜啊，祝你越来越好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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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八嗨哥，你给马甲啦？还是能怎么的呢，成天就整些没有用的，有用的东西一件事不干，没用的事就哔哔哔完了，不知道你啥想啥呢。一天人搁这说东你就搁这说西，啊，非得给你唱那个反调，瞅你就来气。
叫，都说。没有做战爱团兄弟们，记得把战爱团兄弟们那个做一做啊。谢谢我大伙鸡哥，感谢大伙鸡哥。我先抱一个，我先抱一个试试水，咱们我还不知道啥样呢。饼饼在哪个方打那个赏金赛吗？我但是我不知道能打成啥样哈，我们先试试啊，我们先试试。完、啊，兄弟们有票的，如果想抽奖的兄弟们，直接把那个赛车卡，把那个赛车卡也可以那个啥，也可以刷一刷。现在这个赛车卡结束了啊、我们10点左右吧时候开龙，但好像这个玩意不是那个啥匹配的，不是就是期间能匹配上的，还没太懂呢。你匹配的话，好像还得等一会儿。能不能抽一波了？我们又抽一波了。它好像是随时可以提的，以前是打三把才能提，这个如果说你打一把了，你就可以提。好像多少个球球？一个、两个、个、十、百、千、万、十万，90万个球，就是9万块钱呗。总共有9万块钱的球可以抢。这也是三把吗？完了，它是一把呀，它是把把都可以的。我看那规则，只要赢了就可以的。哎 ，Hello， 美女你好。Hello， 菲儿姐你好。打五轮能提，我没太懂，不是一轮就能提吗？谢我磊子哥，谢我菲菲梦鼠哥。哎，美女你好，你是手机直播吗？对，我手机主播，菲儿姐。我手机谢谢，感谢我们的艾菲尔。好像打底必须是那个50万的票，好像。完了，兄弟们有票的兄弟们可以走一走票。我也是看到那个赏金赛，然后就出来随便玩一下的，没想到都能连到你。那你平时聊天多还是唱歌多呀？你是手机？我都有，我都有，就是出去看别人都怎么样，我都随性的。我是个佛系主播。必须是那个啊。不是50万，五万的票吗？必须是啊，必须是5万的票数，它不累积的票数，不是50万，是5万的，所以说必须要上到5万的票数才可以算数的。那你知道这个闪金赛咋玩吗？我也是第一把，我也是刚那个啥，然后就没整明白。我说刚刚那会儿打了一把，反正他进了一，他好像要打5轮嘞，就是你要打500，然后最后应该给你抽球，应该是这个样子。要打500呀。因为我刚刚已经打了一把，我连到你是第二个，如果我第二能进的话就进到下轮。他你没看到底下有5个位置吗？就是这样子。我还没看呢，等会儿我去瞅一眼。我还没太呢，没太看，反正我就看那个什么了。谢我们的春光雨哥，谢我们的猫虎哥。我是刚刚打了一把赢了，然后我说再出来看一下，然后没想到能连到你。行。我还没太没那啥呢，赏金可以提2次，那我看好像是那个什么没说打，我没看到那个打五把的规则呀。就是你看他下面在下面不是5个问号吗？然后他每进一轮，然后就会给你那儿显示一个，我现在那儿已经显示了个一，你那儿应该还是个问号吧？如果你和我这把赢了，你那儿应该也是有个一这样子。明白了，看明白了，这个你说是这个是吗？必须500才能这个赏金数字开是吗？对，然后应该是完了才会有球球吧？应该是这个样子。因为那要输了呢？输了估计就不开，开不了了，就是球球得到下一人再有的话，应该是这个样子。反正我也没整明白，咱俩理解的好像都不太一样。这官方也没有什么。不是，他好像是每把都能提的，能提2次。我看这个是叫子龙哥啊。那我就是赢了就进一位，输了退一位。对，我也理解是这个，就是你现在提呢，你只能提1位数。
哦，就是你下轮提呢是提两位数，我看的是这样，是不是这意思？对吧？好吧，你就是打五把，你五把连胜的话，你就五把全这五位数就全开了，你就你想提的话还是可以的。啊，就能提五位数球球吗？这今天我整明白了是吧？是这样子，就是你每把都可以提。如果说这轮的话，就是一位数的话也可以提，但是你一位数不小，提不提没有啥意思。嗯，你就到四五，就是四五位的话，你要提的话有意思。这个球，你看一个球是一位数，不就一毛吗？啊，你四位数的话。四位数的话才几百块钱，就提不提无所谓了嘛，不也？就上票就完了，兄弟们必须打底是那个五万的票数，才可以有、啊，才可以算的，才可以有球球，是不是？就上票就行了，什么、嗯、兄弟们，嗯，行吧，嗯，听完菲儿姐说话以后，我也整明白了、嗯，原来我理解的有问题呢。嗯，我理解的是对的吧？嗯、咱俩看的好像不太一样，赏金可以提两次，嗯。排名一直靠前的话，三第一、第二、第三都有龙。嗯，哦，他还有就是连赢五把提是比较合适的。嗯、你就前面的话几百块钱、嗯，你就输呀、赢呀都无所谓了，我觉得。是吧？你就全把这数全开开再提就可以了，才合适。那我刚刚那个就是还刚刚和我连那个小姐她还唠了半天，然后就说是你得要赢了五把才能提这个球球。不是之前就和之前打团、那个打团赏金赛一样，你必须要进到前面才能有呀，对吧？进到但是我好像必须是那个啥，美女啊，剩40多秒，我们拉拉票吧，好不好？啊、你拉吧，拉吧，拉吧，我们家没人，啊、没事，拉吧。嗯啊，兄弟们，我们票数还不够，过了，必须是过了5万票才行。兄弟们，散票，我们走一走，先开一位数啊，先开一位数，到时候开龙。想刷赛车卡的兄弟们可以刷一刷赛车卡。谢谢兄弟们，妈妈搭把手，还有谢谢我 S 哥，还有一点点啊，帮忙过一过，帮忙过一过啊！要不然前边的努力就白费了，还有十几秒的兄弟们，能刷几组1314的兄弟们帮忙刷几组1314，我们凑一下5万的票数，感谢 S 哥，必须要到达，必须要到达5万的票数，还差一点，兄弟们，谢谢 N W 大哥，谢谢。OK OK 了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 ，OK OK。好嘞，谢谢 ，OK， 够了，必须要到5万的票数才可以。完、了，他会出来一个数字，这儿呢。我这块是什么？本场这个你就可以去，这就不用提了，没啥意思。这个就是6个球，假如说这个是9，就是90个球，对呀。你就前几位的话，你要输的话，你就不用去提，你不到最后的话就没有啥意思了。那就是估计我理解的有问题了，我那边现在又没了。嗯，对，那就是有问题了。那是要需要摇奖吗？不知道哎，官方也没有什么规则，一脸懵都是看的。这个没有摇奖呀，这个地方没有摇的呀，这就是一个6啊，它自己出来的。你有摇吗？因为你对我退了，我现在这边没有了。对，自动的，我的现在那边是没有数字了，因为我这把和你输了，刚刚是有数字的。赏金排行还没出来呢，不太容易弄。你要如果输了，你还可以参加。第二的给第二点关注吧，能连到第二节。那你要那边输了，你看看你有没有那个啥赏金赛呀、啊？没有了，我这边现在还是有赏金赛，但是那边没有数字了，就退了一位了。就是重新开始了是吗？好。那我也太明白了、如果输了就退一位。他们就是输了退一位，赢了你就再进一位这样子。哎呀，这挺坑啊。对呀、官方能出的是按最高位的算的。最高位然后给你球球吗？假如说你打到这儿了，你这轮输了咔、还是6。假如说这个也是6的话、嗯、你打到第三把的时候、就是、完了你就66了、你就还得往前进的话，你就打这个进不去，你就退到这儿。是不是、对，反正我刚刚是退下来了，应该是。那假如说我下一轮哈，咱俩打完了，我出了一个6，我下轮输的话，是不是连6都没了？对，我和你这把连完，我就没数字，我退了。我在车库坑呀他。完了，你打到最后，你还不一定有多少球。对，最后出一个龙就尴尬了，出个0就尴尬了。我的妈呀！虽然叫我们点关注吧，能连到你真的是我的荣幸呢。好嘞。我这边是那个啥，没有咱俩没有好友，这样点一下就有好友了，是吗？你直接点我的那样点关注，因为我也关注你了，然后就有好友了。谢谢，感谢好友。你点一下我就应该就有了。有了，真好。好嘞，真好呢。
花样嫁歌吗？你不会？你直播多久了呀？我播了一年了，我兼职就晚上一会儿播一会儿。那你一直都是手机直播？嗯，对对，我一直手机，因为白天工作什么的，晚上就电脑什么的就不方便，就一直手机在播。嗯嗯，其实你可以换个电脑什么的，就是要联姻五把。 但是不联姻五把的话也是有机会的。会退位的。好嘞，是退位的。嗯，拜拜，好嘞，拜拜拜，谢谢谢。哎，嗯，整明白了，我还以为我又整错了呢。这回我整的比较明白吧？赢了就双喜临门，输了就一无所有，也不是一无所有。嗯，就这个，它比上一回吧也有好处，就是上一回你输了就结束了，就淘汰了，就没有了。这回呢，就是你赢了你可以进，你输了你就退，反正你这个意思，你要是有钱的话，你就还能继续。反正你输了就退一位，你要上下把输了，你就上一把就白打了，你就六都没有了，六个球你都没有了。那就我觉得这个还跟那个不太一样，好处就是你可以一直接着玩。开打开打，我们尽力赢啊！哎呀妈，这种确实有点难呢。现在应该是六个球吗？对，现在是六个球。你必须连赢五把，就是必须，这现在就是什么呢，现在就是到这儿你必须这个现在是四位，这个开了你是能赢的，那个能赢球什么的，到这儿不是能赢球就能得到大奖，你在这儿提也可以，你在这地方提也可以，这个地方你就是六个十百千，那这个地方就是假如说是九千球的话就是900块钱嘛，是不是？这主要是太抠了，给我整六个球啊。他这个地方就是不好的地方，反正越来越坑了，你就是现在你想赚官方点啥太难了，应该不是六个球，是六个球。我说老大咱提了吧，见好就收。六万六，不是啊，它是六啊，这块是六吗？前面的数字就是最好，这是末尾数嘛，这是末尾数。主要是哥们儿太会玩了，我磕了六万的票，他给我六个球。属实有点坑啊。不是六个球吗？是吧？你最那个啥的，你这太搞笑了，你就是老大呀，这实在太坑了，咱见好就收吧，六个就不做了。六个球咱不要了，就等下吧。能咋的，六个球能发了谁，能负了谁呀、咱就不能格局一点，咱不起。要不然这个六球都不保了。为了这六个球咱第二把必须得拼了。啊，还要继续斗，一直到那个啥呢，二炮哥他是到那个好像到那个11:30呢，到十一点半，我看看几点啊。这儿呢还有时间，这儿呢，这儿呢，哎，这儿呢，他是到11:50就结束了，到11:50结束了，咱别着急，等一等上上人啥的。嗯，奖池有限呀，啊，奖池有限呀，那兄弟们再挤一挤，再挤一挤。我来了啊，我来了。哎，等会儿我把集结开一下啊，集结到时间了。啊，它时间长但球是有限的是吗？好了，我把集结开上，如果说看不到的兄弟们把这个赏金划一下就看到了。
兄弟们快快快，过完集结我们接着打赏金赛了啊，加油加油，我加一下红钻啊。好嘞，加满了，一个小时打不了五把，时间来得及，时间来得及，没事，时间来得及的。嗯，我们过一关战役团，过一关还继续我们的第二把，我们速度过一关战役团任务了，兄弟们，过一关战役团任务。哎呀，这招吓人啊！通知未上线粉丝。那个啥，现在把那个任务过一过，把摘任务过一过，摘任务过一过，一共杀十五个，已经过去了两个。开打开打！现在是各位把十位得打下来，往越往后越难，兄弟们。但是这个设置的门槛还是有的，必须是五万的票数每轮。如果想抽奖的兄弟们可以抽一抽奖，嗯。下方的集结已经过去了三个，如果说没有开通的兄弟们帮忙开通一下，一共是需要25个，已经完成了三个。欢迎 YP 哥，能怒冲一波的怒冲一波，欢迎雪狐大哥，欢迎大哥回家，抱一下雪狐哥。怒冲一波，怒冲一波，下轮哈！我们集结过完了之后，下轮开我们的赏金赛。召唤没有过的兄弟们可以过一波下方的召唤了。召唤一共是25个，已经完成了4个。帮忙打把手了，游客大爷们，如果说你没有开通战役团的，必须要开通。下方如果说赏金赛嘛，必须要有个赏金赛嘛。如果说看不到，回。滑动一下就好了，看到了吗？你滑动一下，哎，他就能看见我们的真爱团召集令了。游客大爷们哈，游客铁铁们也可以帮个忙，嗯，大哥哥大姐们呐，帮别人开个真爱吧。一共是25个，已经完成了6个，兄弟们搭把手，游客大爷们可以帮忙开通一个，1块钱就行，1块钱一个 YB， 一个 YB 就可以了，兄弟们。还有5分钟的时间，时间不是很多。上一轮我们又没有过去，这轮我们搭把手过一过。欢迎闲晃小游客，欢迎风筝承诺哥，欢迎执念哥，欢迎兄弟，欢迎所有的兄弟们回家呀！欢迎我们的战团的兄弟们，还有守护团的兄弟们。没有开通的帮忙开通一下，游客大爷们哈，游客弟弟们，还有刚刚来到贝尔的直播间，有的时候哎，这是在做什么呀？我们这是在真爱召集令已经完成9个了，一共是25个人，完成了之后我们可以瓜分我们下方的10万的红钻。之后我们打赏金赛玩啊，打把手打把手了，兄弟们救命呀，这回要过不去了。还差13个，还有4分钟的时间开了，谢谢谢谢，感谢宝贝，谢谢包裹里的免费的桃心，这个桃心要送出来，桃心一定要送出来才可以，如果你要没有送出来是不行的啊，没有送出来是不行的，必须要送出来，这个是免费的，就是你开通的就是免费的，还差10个人我们就不玩了，记得送一个付费的棒棒糖，送一个付费的棒棒糖啊。真爱团1级会是1个，2级会是2个，3级会是3个，真爱团啊，真爱团等级包你有多少等级，包裹里面就有多少个真爱，现在已经完成17个了，我们还差8个人，就差8个人了哈，就差8个人了，还有3分钟的时间，不到4分钟的时间。开通的情况下一定要开通一下，可以每天帮村人做的这个免费的任务，包括您的
桃心。如果包裹里有外币或者抢了这个红钻，你也可以刷棒棒糖，都可以有用的啊。还差三个我们就完成了哈，就差三个了。充好了吗？百元榜开始了啊！必须哈，每轮要跟大家说，必须是什么呢？必须是五万的票数，必须是打点五万的票数啊！过了老大，嗯，过了，齐心协力开始战斗吧！别把我六个球丢了，兄弟们！感谢我们的文哲飞，谢谢小哥哥。别错了，为六个球战争吧，奋斗吧！六个球变个位数变十位数就看大家的了。正好我们十点的时候抽奖，能刷那个赛车卡的兄弟们可以刷一刷赛车卡。金柳 remix， 每次都需要喊救命吗？我不知道为啥呀。你不喊救命？就真不好使，好像这两句话传的就比较远。好像得等，个位数，咦，我的天哪！啊，这是什么样的缘分？哎呀，师傅啊，我问一下，你现在是几位数了呀？啥几位数啊？我呀，就是那个赏金赛呀。啊，我瞎点的，我就是瞎玩的，我才一位数，还整了个一，整了一个球。运气太好了，我比你强一点，我是六个球。啊，那还行，那还行，我就整了一个。谢谢，感谢太难了这玩意儿。嗯，这个其实也不知道是啥，也有点难。对对对，这个、就是出来就是好玩。嗯，我上段位呢，可以提两次，就是这个也是跟一样。他这个应该是连胜才能往前涨吧？如果中间断了的话，是不是就没有了？是这意思？是不是这个？断了也有，就后退一位。嗯，假如你这把、还后退了还？对，这把没了就后退了。哦，这样就那一个球都没有了。没事没事，给师傅了。一个球没关系没关系。欢迎师傅。啊，那来吧，这样，那你后面唱歌吗？那边我看你使那个啥笔记本直播呀。对，笔记本直播，所以脸就看上去嘟嘟的就放大了，就已经屏幕都站不下了好像。那你能唱歌吗？兄弟们一定要到那个五万的票数才可以，必须要刷到五万的票数啊！欢迎师傅，报一下师傅啊！他这个刷了五万的票数，他才能涨啊！对呀、啊，那你上一把是不是也到？欢迎师傅。想起你说过的话，才觉得自己太傻。
频道的输入了歌的名字，是一首新出的歌，叫一开始陪你到老的人，送给大家。是谁是我最美的花，是谁撩动我的长发，如果我们的爱是风中雪花，能不能不要急着融化。一开始说陪出来的 ，Thank you， 谢谢师傅，谢谢兄弟们，大家破费啦！嗯，你那哎，你那边的是不是都是随机的？应该都是随机的。我好几把，就是三万的球就给我三，六万的球就给我六。不知道，我才回来，然后刚刚上一把是第一把，然后赢了一把嘛，然后他就弄个三什么的。嗯，他应该不是票数的问题，应该是随机的问题。这个随机，如果说第五个数的话，要是九的话就厉害了。嗯，还没开始，我还没开始玩这个呢，明天还有吧，应该都。嗯，应该会吧。还好像不是的哈，哎，有的有的有的。昨天哎，我看一下啊，昨天明天，哎，活动呢？啊，这呢？明天白天还有一场，后天二十、一直到27号都有呢。今天26号，明天27号，得五场全胜，不是票数吗？它不是按票数来的，它会自己会滚动这个数字。嗯，那你现在是多少了，总共？我现在是三位数，936。哦，那还是还要赢两把吗？就是五把一起。对，五百了之后才有那个啥嘛。现在的丁酸就是93块钱的球。拜拜，芬儿姐，加油加油，拜拜，好。保佑下一把19，再下一把19，那就厉害了。最多最多的人可以赢到99999。继续继续，我先感谢一下，继续斗，好嘞。那怒冲一波的兄弟们可以怒冲一波啊。正好有赛车卡，好了可以刷刷赛车卡，谢谢师傅，谢谢，感谢小师傅，咋头像还改了呢？谢谢厚道师傅，谢谢天道小师傅，谢谢温柔哥，谢谢俺有媳妇儿以及我们的乔姑娘啊，动动动，我先动上啊，匹配上，我感谢啊，现在匹配中了，谢谢我们的茶生哥，谢谢我们家乔姑娘，还有鼠飞哥以及我们的王小姐，胖胖你把他拉到底下，我们重新加一下微信，或者是你加一下微信，在匹配中了，兄弟们别着急啊。谢谢我们的烟雨哥，也谢谢我苏福哥，能够冲一波想抽奖的可以多刷一刷赛车卡啥的。这个现在在匹配的不是好像阿爸妈，我心中的菩萨，月亮一样啊，一样的爱呀，伴我走天涯啊。
完兄弟们就集中吧，我那我来吧来吧来吧，我还怕再没了，行来吧。完了之后兄弟们有多少能清清兜的就清清兜，嗯，在匹配当中，等会儿不等了，他们准备好了，应该不等了。嗯，师傅的话，大哥他比较那个啥，比较晚，已经取消不了了。刷什么都行吗？是的，哈哈哥，你要是能刷蛋糕的话，分会更多。你刷蛋糕也行，那是上倍的。我的阿爸。菲儿姐晚上好。哎晚上好。哎呀你是第几把了，我这是最后一把了。我也是。太难了，我请你吧。兄弟们有票了我们就上上票就好了。啊、嗯、那咱俩唱个歌还是怎么玩？好的，那我们唱歌吧。好，你先还是我先？啊菲儿姐你先。要不先我先吧，要不嗯，感谢哈哈哥、嗯、谢谢哈哈哥。兄弟们站着坐站着坐。嗯，我来一个欢快一点的，我自己的歌吧。来别的，来个欢快一点的。如果有小妹子，小哈哥能搭把手的，我们搭把手啦。自控能力想，命运快让我忘了该怎么逃。
想离开一秒，空间还在烧，我的动作被僵持的好烦恼，感应器祈祷自控能力少，你能快让我忘了该怎么逃，时间长了我受不了，我需要更自由一个拥抱，想到我想要知道，就算我选择我喜欢的味道，时间长了我受不了，我要个下速唱几个饭，他给了我个一，他为什么只给我个一，我的六被收回去了，我这么多票他就给我个一，你是不是可以重打呀？应该，我的六没了，谢谢兄弟们，大家不要见谅了，兄弟。太狠了，感谢各位大哥，啊、谢谢跑哥，谢谢亮哥，谢谢盛大哥，一出手就太狠了，谢谢我啊，谢谢我啊，飞燕倾城哥，谢谢兄弟们，谢谢哈哈哥，嗯，完了我们接着再打吧。他不是说最后一把票上的越多，然后给的那个分数是越大的吗？不，他是从一到九是随机的。告诉你不打吧。可以的，你可以，好像是可以重打的，最后一局好像一直可以打。不打了。对，谢谢那个好多好多刷礼物的大哥，大家那个谢谢兄弟们，那个看到名字都往上报一报。嗯，这也反正大家太随机了，这给的。谢谢盛涛的，这给的也太随机了。嗯，谢谢兄弟们。嗯，他这个比较随机。第一个时候我都不明白，我这个地方是六嘛，完了就出三，我说是不是跟票有关系？后期我越打的时候，打的票多，完了给了个九，也不太明白。刚才我这块是一个六，但是他是没了，他就变成个问号，就收回去了。我要重打这个六了。他又给了我个机会。那个果恩啊，果恩还刻意过来放的龙，666啊、我忘了，他还提醒我，他说也不谢谢我放的龙。有九是大哥的龙，可能后面对后面可能就是那个球少，赏金少了，对，赏金少了，应该是，对，有可能，估计我到最后连估计就能打到四位数，五位数都估计球都已经抢没了。谢谢兄弟们。对，他越到后面，他好像就是你前期如果就是开的多的话，赢的多，给你个零能咋的？应该不至于给零吧，也没准儿他是提前结束的。如果说没有球的话，我们这边假如说下一轮啊，马上还有十分钟了，我要是没有打完的话，估计应该就是这点了，就是九百多个球。现在我这些嘛，应该就是他说的那个比赛规则呢，就是如果就是你没有打到最后一关，就按那个就是球挂分完了。应该是打得越快，打得越快球。我也不知道是。对对对。对对，去快的会越多，但是你要如果我不知道这个球会不会给我。要是如果没了的话，应该不会吧？我下午打了四把，然后我要开第五把的时候球没有了，他就不给开了，他就变成积分、哦，积分加到你的那个段位上。嗯，积分加到段位上，那也行吧，他反正也可以吧，就升段位了。拜拜拜拜，菲儿姐，撑上了。好嘞，拜拜拜拜，不好意思，嗯，拜拜，嗯，不要瞎说话啊。恭喜我飞燕倾城哥，人家也没有偷你，人家也没有那个啥，有的个别的话不要被带了节奏，咱们自己家的兄弟们啊，对呀，嗯，我们下轮再接着来，我得抓紧了，我还怕球没了，对呀，人家没有说，咱们也没有说啥的，嗯，大哥没上，主要是打不了，大哥的还没到位呢。人家的实力，对，人家实力咱不可以那样说啊，咱自己家兄弟不要被别人带了节奏，嗯，我感谢一下我们的记账榜的兄弟们，对，咱们家可没有说啊，不要那么说，谢谢我哈哈哥，也谢谢我们的西春哥，谢谢我们的芒哥，也谢谢我啊大地哥，谢谢相识哥，还有平安哥，也谢谢我们的相见贺晚哥，还有我心飞翔哥，以及我们的七彩狼哥，以及我苏福哥，谢谢苏福哥，谢谢我们的烟雨世界哥，还有盲流子哥，谢谢哈哈哥，让哈哈哥也后悔了，欢迎风月帝君哥，正常的正常的，让哈哈哥也后悔了，我就重新打吧，人家开龙了吗？他好像说是开的卡片的龙，嗯，
等咱们打完了这把咱也开龙，咱先把前面那位数整出来，最后一把咱也开龙。我先连着吧，要不然一会儿没有了。尿，我匹配不上了呢。这儿呢，它会有写着剩余的球。啊，我的球啊，没有球了！兄弟们，刚才提示我了。我们不开太丢人，开完了之后我们再开，兄弟们啊，开完了之后打完之后我们再开。还剩个十百千万，还有五万的球了。还有五万的球，我匹配不上了。咱们就正常的玩，不要因为一把乱斗要把咱自己的性格呀什么的这个东西就给丢了啊！不要乱说，兄弟们，大哥也没少破费，兄弟也没有不少，是这样，这样算开了。不是，我说打完了再开，我不乱斗开，兄弟们，就是咱连自己家主播我再开，要没了吗？要没了，打完这把我就提出来就完了。不行，我就打完这把就提出来吧。他要是九的话，不行我就提出来，看情况。主要娱乐为主，兄弟们。哎 ，Hello， 美女你好。Hello， 对面的小姐你好。哎，你好，那我们怎么玩呢？一人一半的时间，谢谢我西春哥，谢谢我们的森哥。刚才不打好了，一样是你飞不也得了吗？不说那些，谢谢兄弟们，小姐姐，那咱一人一半的时间唱个歌呀。好的，好的。您先，那你先还是我先？你先吧。谢我冲酒哥。好嘞。给我哈哈哥来首歌，让我哈哈哥破费了，谢谢大哥。谢谢哥哥的票。